总算到扬州了，真不打算歇歇脚再做事儿。日短心长，不容我耽搁了。先送崔家一程。郎主，您可算是回来了。宝华如何了？崔家果然是大肆举债，填补供住的亏空。这是崔家的借据，都已转到我们手上。很好。 崔静初现在是焦头烂额，而郑世元正打算夺取他杭首之位。知道了。走。严子健，你怎么还敢来我崔家？来人！来人！崔静初。 看看这是什么？崔家的菩萨！如今这十八家店铺都是我的，当然，也包括你这些老宅子。而且我还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：这郑世元不仅要抢你杭首的宝座。 还联合了各行老，要将你们崔家在珠宝行除名。他们怎么敢？他如何不敢？如今你背后的靠山已经倒台了，你又因供朱武弊背了一屁股债，这十八家店铺也再无的手上。你们崔家再无翻身之地，这郑家还不趁此机会趁火打劫，让你们崔家万劫不复啊！ 你当年对扬州燕氏赶尽杀绝的时候，可曾想过今天？是燕氏与你，你怎么没有死？你怎么没有死？你为什么没有死？ 扬州燕氏的遗骨，今日来找你寻仇来了。就算将你千刀万剐，也难消我心头之恨。我曾想过千种百种让你死的法子，但我今日不杀你，我就是让你看着你们崔家苦心经营的一切毁于一旦。 扬州长史徐南英，戒狱全城，治理以崇敬，厉行以明威。圣人在位，当以威行肃天下。凡进城者，严查过所，严防宵小。凡疫病恶疾者，不得入城。徐南英，想不到他竟来了扬州。 阿紫，这是真狼阁的崔行首，怎么会？阿爷！阿爷！疯子，别叫了，疯子！
还是粗一点，粗。云秀，云秀，阿紫，阿紫，来坐这儿。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放心吧。为什么要救我？矿洞的时候，你救过奴隶，我还你一次。不必了。我以后会还你的。阿紫，这种人为什么要救他呀？走吧。大教授真美啊！大教授。白教书带的璎珞没有？哎，这个样式啊，可真好看。我跟你讲，他那道红面才好看呢，金簪满头，端艳无双。阿紫，他这个璎珞跟头面都很一般，而且款式又很老。你们懂什么呀？白教书的装扮每每风靡扬州，女娘们都争相模仿呢。这二位阿紫，我与妹妹初到扬州。方才那位可是扬州花魁？是啊，不知花魁头上的首饰从何而来？当然是百草金舍了。白教书只带百草金舍的东西。百草金舍？百草金舍可是白教书自己开的？花魁哪里能经商呢？百草金舍是得了白教书的青睐，因而声名鹊起。这白教书啊，如此漂亮，说不定是第二个玉小娘呢。走吧。哎，等等，两位阿姊，这玉小娘又是谁啊？这玉娘子呀，是20年前红极一时的扬州花魁。你们怎么什么都不知道呀？从外乡来的吧？我们确实是外乡人，对扬州很是好奇。两位阿姊就跟我们讲讲这花魁的故事呗。这3年前的琼花会啊，白教书首次夺魁，以一己之力捧起了籍籍无名的百草金舍，知道了吧？二位还有事吗？若是无事的话，我们就先走了。多谢两位阿紫，多谢。哎，阿紫，那就是真狼阁，好气派啊！我们进去看看吧。我听闻真狼阁便就是这扬州城里。慢走，慢走，不过，你们燕掌柜在吗？掌柜的出去了，一会儿就回来。这位贵客，您里边请。好。
劳荒误死了这么多人，你就这般堵在扬州？是，他们都死了。没想到我还活着，没想到我还能出现在你眼前。一切如你所见，一切如我所见。所以你想杀了我？你怎么想？放开我！你转过身来，我让你转过来，转过头来看着我。你的武功也好，经商也罢，都是我教你的。我再教你最后一件事。一定要留在扬州，我得让他知道有没有他燕子姐，我都能好好活着。
什么了，阿泽？阿泽，